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2019年5月28号，瑞邦站，然后在9:49，首班车是1364，前往宜兰县，该往瑞邦，瑞邦的圈的。我的1364交通沿线，该往瑞邦的1600新区检测1608。加上1601月车往区检测1364。前往沿线，该往瑞邦的1608站，用601车往前的站，瑞邦站停靠，谢谢哥哥和刘娜，拜拜。以及来到47164，进往行星苑，该往天童的三姐，沿着条客车准备进站。天童。大哥，你好，拜拜。